落嚟嘅，啊，就唔係第三組喎，係成棚友喎。冇錯，因為咧，其實我哋頭先都預告過啦，我哋星光一班咧，好快就要開演唱會啦。咁為咗呢個演唱會咧，其實都準備有啲新歌要送俾大家嘅。咁演唱會咧，有好多人就會臨開之前咧，譬如話一個歌手咁，可能咧就會有一首歌。我行台嘅時候，我就會咧呢首歌係我今次演唱會嘅主題曲咯。咁啊，點送？係啦，咁啊可以咧，即係一開嘅演唱會嘅時候咧，哇！大家跟住唱啊咁樣。咁但係大家跟住唱嘅話都要聽過先得㗎，所以今日就要俾大家聽聽咯。哇！哇！我哋好幸運喎。冇錯啦，有請星光一班。有請咁多位。好啦，咁多位喺台上面啦。今次做呢個演唱會咧，都有一首 theme song 咧，就叫咩名咧？阿偉哥。星光熠熠。震撼國婚禮，全程地唱好歌，自然就將往日拋低，跳上天梯。星光六强第一次现场演唱《星光家族》演唱会主题曲《星光熠熠》，千祈唔好行开啊！今次做呢个演唱会咧，都有一首 theme song 咧，就叫咩名咧？阿伟哥，《星光熠熠》。星光熠熠，系咁呢首歌会唔会都系即系其实阿伟哥你自己嘅即系一啲歌嚟嘅咧？呢首歌系。我哋偉大嘅張佳添老師係為我哋即係度身咁樣咯，俾啲掌聲俾張佳添老師，偉大的啊！冇錯啊，咁啊為咗咧我哋嘅星光一班咧，咁啊其實咁多位嘅老師咧都係非常之落力去栽培你哋嘅。好，將個舞台交俾你哋啊！唔該曬咁多位。
全情地唱好歌，唱到不滞。恭喜曬星光一班咧！而家終於有自己嘅一首歌，可以代表曬你哋星光熠熠，多謝曬。Thank you， 等住睇你演唱會啊！